2023年水美园植栽昆虫爬虫矿石展于2月10号到2月12号在台北花博珍宴馆展出。2023 Plant Show is held in Taipei. We welcome you to the show.我们老大可能50万也不会卖完，因为这种东西已经变成是可遇不可求。嗯，对，所以那中间颜色不一样哎。就是这是每个刺的个体表现不同嘛。嗯，你看其实也有些有颜色，有些没有。嗯，然后有些会弯弯曲曲的，然后有些是直的，然后到它的副刺的地方，其实要看的点很多了，主刺、副刺，然后主刺的刺座。然后还有的时候叶子上会长刺，叫背刺这样子，啊，哇，50万以上，应该他可能我们老大可能50万也不会卖。